大家好，我是龙草小姐，今天我去九月抓只鸡，顺便带你大家看看我家饲养员到底养的是啥。这些都是我老公养的鸽子，放养的，他特别爱好鸽子。九回见鸡啊，品种好。啊，鸽子该没在这个头。哦，鸽子啊，啥子去跑掉了？那房檐子上落的。那些子家不喊来吃人吃，我说房檐子上冻的呢，外面跑吃饱的呢，可能是。别说回家小鸽娃子，你小鸽娃子吃了，别说。你小鸽啊？几月了？你听，你听，这笑的呢哦。嗯。叫唤。那得叫个能打了，那叫个。哦，什么我那鸟鸽子能打了？这咋了？这个那绵羊的有啥鸽子噻？新鸽。新鸽哦。嗯。看看，就蹲在那块窝上了，你都蹲了。这全新鸽。嗯。这些是我们家养的羊。还有小羊羔，这大的抓上。鸡哪个大？也都是母鸡。那这也行，抓鸡给那也行，就那个了那个老子。哪个哪个吧？瞄准这个就扣下了。好吧。对对对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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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三只兔子，一只鸡。我吃掉了那多啊、哦！多少多少岁？要黑要拍哪黑？这个是些唐山的，跟那狗一样，就是跟那狗一样。他狗这个呀，这个带你分开。嗯，不要，那是你啊。那吃能吃吃呢？那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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